由地政广播公司婚龄广播电台的主办汉儒文教基金会、华儒青年关怀基金会以及正旦行婚龄分公司经费支持，2024年听见梦想的声音黑胶讲唱会，3月份到5月份经过保中中台路学堂小规模多机能长照机构婚龄馆私立3号老人登记照顾中心，后尾云聚幸福好龄生活馆。18号来到斗六南圣宫，3个月时间巡回4站。另外，伫个宏新生物科技林英成经理以及清源学院刘俊成经理，对于正兴婚姻台办理着各种公益活动，互因温暖的支持。用着74年老品牌新生命声音的文化资产刻盘黑胶唱片。来整理着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，借着正兴婚姻台团队以及刻盘听讲文化工作室黄淑和老师、牧歌音乐工作室陈金娇老师，两位文史音乐达人来带给时代难忘的时刻。正兴婚姻台台长尤忠顺表示：“我是正兴广播公司婚姻台，我姓尤忠顺啊，今天是第4场啦，前3场吼。”头前嘛捌伫遐老人伊，哦，还拢八九十岁啊，哦，啊，进前迄场是伫咱邻居幸福，迄是那贵妇团啦，啊，咱即团算公教团是啥呢？我今日即落底播一挂好听的曲盘啦，啊，听讲我有真济音乐老师啦吼，所以感觉哦，今日表演就感觉这压力真大嘞吼。啊，嘛希望讲就是伫咧未来，咱继续给咱正兴支持吼，阮有两个频道 ，AM 1125甲 AM 6700安尼吼。我刚即款行到这60年代，我看年代其实。曲盘刚唱会，有着黑胶达人黄淑和老师，以及正兴婚姻台萱萱、小伟轮流主持，来小解着台湾四大民谣吴雅辉，讲起着在主定武恒的过去。含灰炭安那锻炼着雕流。心酸酸的背后，又搁是安那打动人心。婚姻台当家美声主持人志祥，卖唱起着婚姻的查某囝，永远的邓丽君经典作品。心里面可能都有一首你非常熟悉的邓丽君的歌，我相信在座的是一样。正兴婚姻台台长尤忠顺也来唱起着宝岛歌王洪一峰老师的代表作《思慕的人》，非常有感情的歌声来打动着台下的观众。牧歌音乐工作室陈金娇老师大白的歌声来唱起着《爱你一万年》《星星知我心》等等怀念的好歌，和现场的精彩不断。活动最后更加在温暖拍开心内的门窗，大合唱之下，替着每一位时代献上祝福。在曲盘的 melody 当中，来度过着美好的时光。比个爱心，温暖随行，感谢正大行林分公司以及汉儒、华儒文教基金会。以上新闻由本台记者齐德伟在婚礼的采访报道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。